介于黑跟白之间，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，是不是你的个性也是介于在两个不同的极端之间？但穿着，你可以很中性，也可以很甜美。这款同样的鸭舌设计非常的有弹性，然后大概15分袖，这种连袖设计完全遮掩了所有你不想被看见的肉肉，然后这个袖口也很舒服，可以看得到它完全不会让你觉得拘束，有一种相对的解脱。这款我们引进了很多不同颜色，这个是优雅灰，只要水洗平铺，不需整烫，这是最好的陪你旅游，陪你乡街走走。